很多人在传他，就是很厉害，漂亮漂亮，对，面线好吃。板娘漂亮吗？哎，漂亮漂亮，皮肤白皙，整体都漂亮吧，整个体态都很好。就是可能就走路，然后做一些简单的健身这样子而已，还有游泳。游泳其实会比较舒服，你是全身上下都有动到，然后你可以练自己的肺活量。